头粉是赢了好吗？他没工兵了，他三矿工兵跟主矿工兵都死光了，正主力也死光了，他剩下50人口不到，怎么跟我打？好累哥。我们需要的是需要能量立场啊！法国打乌拉圭，乌拉圭挂了两个前锋，怎么打？一定是法国赢的啊！真的是别问这种用膝盖想也知道的问题好吗？不可以在那里越船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干会累个啦，很难控工兵啊。应该取消。神族需要能量立场，这是打个弹符聘200是干嘛啦？他没兵营了，笑死！是哦。要放在能量立场里面才行。
核金矿。 哇靠！有虚空哎，吓死宝宝了！需要更多金矿，这些石头可以用吗？你的探测机受到攻击。 足够的金矿，我来。他家盖基地，我就输了，因为他虚空可以绕过来打我。我会帮你。哎，我拼240啦。你需要我的专业技术。你知道敌人在攻击你的基地吗？我们和阴影是一体的。 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小布拉斯，朋友，遵守你的命令。虚空是阴冷的，虚空是冷的，非常明智。 虚空，我来了，吞噬阴影中。好吧，为了决战，完成轮回，会按照你所说的完成。我是日食之上，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。基地受到攻击了。 你知道敌人在攻击你的基地吗？ 这很容易失误啊！我三拼要300了，你知道吗？284了。基地遭到攻击。基地受到攻击了。
我的 ping 等下从240变成60，他就输了。干，可我杀他是240。没有啊，他就这几个建筑物啊，这四个建筑物啊，所以他人一定是在这附近，不然就是在我家这边啊。换要省着用啊，能量有限啊。我如果刚一次把它全部开完，他跑走不跟我打就好了。